全球规模最大的资讯和通讯盛会——德国汉诺威电脑展，今年一共吸引世界各国4000多家厂商参展，现场参观人潮踊跃，显示科技业正逐步走出衰退。包括宏基、维新、华硕、威刚等知名的台湾品牌大厂，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展出小笔电和电子书等时下最流行的新产品，希望为今年的业绩交出漂亮的成绩单。我们今年有大约240家厂商前来这边参加，那当然这笔展还是台商认为是进军欧洲以及非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览平台。那对台商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了，能够跟国际的一些买主接触。除了大手笔布置摊位，希望一口气打响品牌的名号外，宏基等大厂还举办记者会发表新产品，受到国际媒体的瞩目。可见实力坚强的台湾高科技产品已经逐渐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步。中央社记者林玉立，汉诺威报道。